谢谢。啊，我们李先生哦，最佳主持人，啊，以及我们各位表演的啊各位同学哈，啊，各位我们今天来欣赏我们音乐教室各位家长啊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。好，啊，谢谢。难得的气氛哈，难得的机会，我们今天上扬音乐教室呢，啊，能够在这里举办这么有意义的一个音乐会。那我想来到现场的除了家长以外，还是有很多我们喜欢啊我们音乐的各位啊小朋友哈，啊，各位家长啊，音乐这个东西呢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它是也是一个没有国界的东西哈，啊，不管在任何国家任何场合都是需要这种东西。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上扬音乐教室呢，能够让小啊所学的当中，让这些小朋友呢能够在这边呢做一个他们基本学习的一个表演。我想这个不但是对他来讲是一个成果，更多来讲也是一种响应。那今天啊，也许各位感觉到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也来到现场哦？事实上，过去啊，小弟在担任镇长的期间啊，一直也是对于这种无意的活动啊是非常有兴趣的。尤其呢，我们今天看到，等一下会有很多小朋友的一个表演，其中呢有一位我们蔡明秀这个啊小朋友呢。他今天也会来到现场表演哦，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、非常值得我们肯定的一位小朋友。他是全盲的学生，但是呢，他在音乐的造诣啊，也可以说是很多的师长，还有他自己本身啊，非常努力的啊，在这几年当中啊，啊，他所学都是让我们非常受到肯定的。在我们七月份呢，我个人这边呢，也为他举办了啊一个这个个人的音乐演奏会，可以说是受到非常大的肯定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啊，能够有这么多杰出的小朋友来到这里，我想他们是需要我们鼓励的哈，哦。那因为音乐会是精彩的哈，哦，我们讲话是啊，这个比起来呢，啊，比较是淡无味的，在这我就不多讲了哈，哦。那这边啊，再度感谢我们上扬音乐教室呢，啊，给小朋友这个机会，那也感谢我们各位家长能够关心这一块领域，让我们社会更和谐、更进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郑长，谢谢我们杨立伟，好，谢谢我们杨立伟。